我操！
哎，你有？没有，我换锁门。对啊，空间换，空间换。他可以要站着不动。Thank you.
我的、啊。吸水的，我还不知道可不可以溜哎。哈哈，你要看制造发球，只有我当裁判真累。几分钟了？几分钟了？十五。停吗？还是没有停？没有停。哦，那就好。当裁判真累。不要先下去。两个都闭眼睛，烦死。然后拍的不错，就闭眼睛。我发现球衣不一样，不然等一下分不出来。不会，一定会分。这多一点风向。还没换，我一定叫他先留着。已经换了吗？没关系啊，就叫他留着。你怎么？我已经刚刚说你换了。没关系。拜拜。慢爆！啊，加油！我说，你那个是扣不起来的。我说，这个是什么规则？
啊。裁判可能没办法看那么仔细。哎，下去，容易。
攻，抢攻！Thank you.
进攻冲进去的时候，你要的话，或是他表示他今天有做后卫推告，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冲在这边，应该一点一个前锋跟一点一个前锋，三个队员都没防效，认不出我，他都是肌肉骨。但既然他出来到场，没有人守门口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，他跑还要往旁边走，然后要他们进去。另外一个人要带球，他也在后面，或者他有办法往里面打，他就继续追，继续打。但是不要再这样吗？看懂吗？好，第二个事情，带球的人如果一直被逼到角落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个事情，你可以继续到往里面，把所有的防守带到这边来，接着你可以转过来。不然你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带进去，我讲过的要跟。另外一边也要跟上去，他可以做开正，往回转的时候，防守的一样过来这边，回转出来，这个跟上，跟上去，一样接去门口，好不好？跟上这边，不要这边刹车就是给人家打架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上。很自动，所以你刚刚一样，开正。找一个。哎 ，Leo， 托尼要不要换？还是这样？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好。
现在这样。电脑是拿电池。Oh my god！ 船中昏倒。哦，判罚了，判罚了。呵呵下来就好了。判罚的下来啊，判罚下来，判罚
来，过来，干嘛过来？下去，快下去。不要换好了，等你开好门已经结束了。哎，滑掉，滑掉还是进啊？滑掉。哈哈哈。哎 ，Leo， 要不要迟到？迟到，迟到，没有，就全色啊，全色啊，全色。还有十五分钟哎，可以全色。我们加油。来吧，需要。一个一个来。这里，每一个都射得到。三组。没有，来吧，一个，十万。
所有一个，练习练习。几个需要？啊？几个需要？不需要。全部人。对啊，然后四个人。几个？几个需要吧？偷听守门员的秘密。所以我才叫你们猜拳。我听懂了。不要录啦！偷听守门员的秘密。已经找到了。叫迪诺。他们先开始好不好？好，先来，先来，这样偷听。小只的，而且大只的，手超级。他们先射，我先射。问吧，看看好不好？那你去问李友教练。毛很疯也是。六十。Thank you.
啊。哎呀！让它掉起来！啊，守门太强了。手机快没电。表情哎、欸，超可爱的表情。最后坐下。对吧？对不对？
你们还有多、哦？不是都一样多人吗？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绕了一圈还谈超狠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快！我要宵夜。好，教练也可以上去。还要送吗？要啦。教练教练。还有一个。刚刚他们还有一个。不要啊，现在分数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每天教下来十个 Barbie， 十个 Barbie， 每天十个 Barbie。下课。